déjà vu. I just been to space before, higher on the street, and I know it's my time to go. Hi, 皆さん、こんにちは。我らしはジモモです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柏旭。这部影片呢，是要跟大家讲我这一年又三个月，就是现在这期间的感想，从零到九百订阅的感想，真的也是蛮开心的。真的也感谢大家这几年来收看我的频道，然后交一千订阅，赶快订阅我啦！一千订阅之后，我就真的可以那个盈利了啦。那我这个频道第一个订阅的是谁呢？第一个订阅我，然后就是我平常看上的隔天就第一个就订阅我的是谁呢？当然就是海绵很好吃。高中毕业旅行去高雄买了这个初音未来，其实不只买一个，买了两个初音未来。拿错格了，抱歉，拿错格了。这两个是婢女去买的。Yeah！ 好啦，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喜欢的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以及留言。那订阅请把红色的订阅改成灰色的已订阅，旁边的铃铛从个人的改成全部吧。那我们的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喽。那我们来下一部的影片或直播见喽，大家。拜拜。